无需下载安装，打开网页即可生成图片。 PipeLine 是一个专业的在线 AI 图片生成网站，为了满足不同内容的生成需求，这里由平台精挑细选的基础模型库，你可以通过改变单次生成图片数量和图片尺寸，对生成的结果加以控制。高级设置中的选项可以对生成结果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整。我们的 AI 创作频道可以进行聊天、文生图和图生图，在文生图对话框内输入提示词，发送后即可进入生图队列。点击图片，打开大图预览，可以对单张图片进行独立操作。点开图片信息，即可查看完整的图片参数，还可以将它们导入文生图再次生成。复制参数和复用提示词帮助用户快速调用生成同类型结果。 你可以将单次生成结果进行打包下载，或删除本次生成的内容。在社群频道，你可以加入不同主题的 AI 社群，同时也能建立属于自己的个人频道。切换到聊天模式，既可以在当前频道进行随意畅聊。建立群频道可以让你和共同兴趣的小伙伴一起探索 AI 社区的无限可能。在图生图模式下。 导入图片，填写关键词，即可对原图进行二次创作。集成在参数区的提示词助手，在你没有创作灵感的时候，能够帮助你快速找到合适的创作方向。调整提示词权重，还能帮助你控制画面的生成结果。 风格选择界面汇聚了创作者们充满想象的 LoRa 作品，简单调用即可复刻精彩瞬间。我们还拥有内容更加丰富的模型广场，在这里一切将为你所用，创意将不再受限。上传由你自己创作的模型，丰富社区和全世界的 AI 爱好者们通过技术交流，共同进步成长，是我们能够为 AI 绘画技术发展搭建的通往未来的科技桥梁。